我一直常常在想，我那么一段时间是不是在做梦？如果是一场梦多好，可能我睡醒了，他们就会出现在我的身边，所以我不愿意，也不敢去面对。人啊，走啊，就像那放风吹同款，都要放出去啊，莫再去追啊。每个月，周红华都会到新店静思堂做两天香积。他不介意自己是厨房里少数的男性。平常开计程车必须久坐，他很珍惜这样劳动流汗的机会。13年了，马上就要13年，再2个月。对呀，那个时候没有男生，很好啊，有大锅的他可以提呀，有那个采摘一袋一赢的菜，有力气呀，当然是很好。那我把那个都弄来环保站哈。很感恩他，因为都是女众，就我一个男众，他没有排斥我。周红华利落地切着马铃薯丝，曾经手里的刀是拿来讨债的工具。那你去放回来啊，你为着要把那个钱收回来哈，你就开始用你的手段。后来一直到遇到我太太，我才觉得说，什么叫做哈能够好好的过生活？我觉得不是刀跟枪是最安全。以前我有刀，我甚至会打架；我有枪的时候，我都觉得说睡不安宁。你的咖啡单了，来，你放我这边来，你过去。他跟我讲，他宁愿跟我在一起过苦的日子，他也不要我再去过那种生活。16年前，公司倒闭，负债数百万，周红华不想再走险路赚钱，于是和太太分居两地，一个人到台北开计程车。因为南部的时候，正当的行业我只会开车，啊，我就上来台北开计程车。本来我太太哦，一开始是有跟我租了一间房子，套房。后来我也是想要省钱，她一个月是5000块。啊，住下钱省起来，啊，厝会当给一寡钱较好啊。所以我就那4年多的时间，我完全是睡在车上。跑车赚钱还债后，周红华把远在台南的太太和岳母接到台北一起生活，孤零飘荡的心终于有了家的感觉。全家很高兴啊，想说我们即将要拨云见日，快要，至少以后哦，我们可以供养妈妈到她佛祖带走她为止。啊，想不到人生就是这样子，无常，上人。有时候你听上人讲，你不会去想那么多，只是听一听而已，不可能在我身上会发生。而且我们那么简单的事情，我们家
我们家感情是好的啊。去年某一天，患有忧郁症的岳母和女儿，也就是周红华的太太，大吵一架后离家，从此天人永隔。自责不已的太太挨不过悲伤，半年后也走了。他的想法就是这样子，用自己的生命再去陪伴妈妈，所以我就半年而已，我就一下子失去了一个最疼我的，还有一个最爱我的。然后他一直没有来跟我托梦，我甚至于一个念头就是，不管他在哪里，不管找他100年、500年，甚至1000年，我都想去找他。我已经管不得什么，任何人家给我的忠告，很多人劝我啊，说我也不能自杀，但是我已经管不到这一些了。十个人60粒应该有够了吼，够不够？够了。我们今天煮水饺最重要就是要拿去周师兄那边啊。我跟师兄结缘是过年的啊，过年的前一天，除夕的前一天，我遇到周师兄的。是这个要用那个盖起来，保鲜膜不？不行不行，这样。等一下，我先不喝了。你要拿盖子去哪？不是不是，要用不是，等一下你要先把这个拿起来，用保鲜膜先盖起来。还好我们大家都是住附近而已，所以都可以走路都可以到。嗯，所以都可以彼此照顾。这一次去聚餐的心情又不一样了。嗯，跟上次去他们家圆围炉的时候，师兄的心情就是差距太大了，是不是？上一次他们来的时候，我天天想死。天天想死，还有那个他的神色啊，都有一点跟他不是一点惊哟。他那个眼神啊，什么那个就是跟他不是无魂无体，那像丢超啦。你不要打嗝啦，妈妈不要打嗝啊。金秋丢超人，不要打歌，你不要唱，我哪里有唱？你不要打歌啦，你不要打歌啊！其实哦，我觉得周师兄哦，他真的是我跟他的姻缘哦，也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。就是应该怎么讲？冥冥之中有太多太多的巧合，就在这个路口，在这路口碰红绿灯，阿芬给阿芬挡住，招到他家来，然后招到金色。在这样一连串，其实师兄在车上有跟我聊到说，他的丈母娘跟他太太是非自然走的。那其实让我想到我家人，在3年走了4个，我的阿嬷、我妈妈、我妹妹，然后最后一个是我的狗，啊，他也算是一个生命嘛。我有跟他聊，所以我大概知道那种心情。他都一直跟我安慰我，然后最后他终于讲了一句话，我把这句话听进了我的心里面去。他说：“师兄，你也要回家哦。”我听到“家”这个字哈，因为我没有家，我的家已经破掉了，我的家已经就突然之间瓦解破掉，我没有家，我听到这个“家”这个字。我异常的心中很激动，我就望着他，他跟我讲说：“对呀，你要回金色，回我们上人的家。”我那时候，我想说，如果我就算明天的路我走不下去，人生的路我累了。我已经没有力气走下去了，我也要去跟商人辞别，我也要回金色一趟。我们要进去，回到家里面来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好像佛祖开了一扇门，我突然就看到一个师姐拖着她的行李箱，很匆匆忙忙的就在我旁边两三公尺的地方放下了她的行李箱，我一眼就知道她就是淑芬师姐。就去请赖师傅，赖师傅，因为这位师兄是早上载我的司机，按我大概情形跟赖师傅讲，赖师傅就过来就跟周师兄跟他开示，这样。哎，师傅，我搁等来啊。等来，再等你。哎，做迄、那个。对，绿梅，哎，对对对。那种啥？要去后边迄个养殖区整理啊。哎呀。那我们今天去养殖区，养殖区就好了嘛，也可以。还有那个你会除草吗？会，除草机会在货柜里面。好，我给你钥匙，我给你货柜的钥匙。好。原本打算到精舍辞别的周红华被留了下来，隔天进厨房做着自己熟悉的香鸡。就在这里，他打消了寻死的念头。那我看全场的人哦，那个眼睛都是，还有神情都是欢喜的、快乐的、期盼的。我跟上人拜完年之后，我接到那个红包，我抬头一看，看到上人的时候，我看到全场就另外一双眼睛是哀愁的望着我。从那个时候，我第一次打消，我不能这样就死了，第一次。养殖区呢，因为在这个地方觉得很安静啊，然后好像觉得说哈，人很累了，工作很累了之后，像那些树都一样啊，他没有他们的工作，他很累了之后，他需要好好的修身养息。细心的照顾着不会说话的花草植物。静静交流，彼此疗愈。我们把它修剪之后呢，慢慢的有一天，它给它好好的照顾之后，它吸取了好的阳光，有了一些养分，它很容易活啊。那我就喜欢在这边自己慢慢做，慢慢去领悟，才知道说自己以前的执着啊。其实这些哈都是流着泪水慢慢累积而来的，因为我太太没有这样子做，失去了妈妈，我也不会去领悟这一些。到法华经念完之后，我在做了第二个梦，他开口跟我说话的时候。我才知道说，他是在多么爱我的情况之下离开了我。他的执念就是要去陪伴妈妈。然后阿弥陀佛耶多哈迦罗耶多帝耶达，阿弥陀佛比阿弥陀，悉檀婆比阿弥陀，毗迦兰帝阿弥陀，毗迦兰多伽利尼伽利那智多伽利萨。太太跟妈妈走之后，我常经过，但是每次都走不进来。我第一次走进来，就是真正的走进来来看他们的时候，就是清明节。清明节来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发抖。啊，这算是第二次我回来看他们。
因为我还不能接受他们离开我，我一直不敢面对，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他们已经离开我了。我昨天半夜大概2点多起来吧，我就已经比较不会觉得说今天会来这边哦，到底是我会惶恐呢，还是会紧张？我发觉到说我比较能够坦然去接受他们已经离开我了。太太她应该是安心的。阿珍，阿爸要回去了。你找到妈妈，跟妈妈好好相处哦，知道吗？来，你两个要好好做伙啊，后世人我较做恁的囝儿孙啊。好啊，恁放心，我照顾我好家己。啊，有听到吼？中秋开来给恁看。这个番茄炒蛋要煮40分钟，最简单的一道菜，但是它时间要很久。这一道是今天也会上桌的一道菜，但你们平常吃起来觉得好像很普通，我太太爱吃。番茄经过熬煮，滋味更显醇厚，如同这段时间流过的泪，有一天也会成为支撑周红华前进的养分。哎，这干嘛拎刀嘞？哇，好香哦！可是这个就是静妹师姐，张静妹师姐，那这个就是秋月师姐，现在都师兄现在都跟着她在相机，然后这是品良师姐，就等一下还会有一个师兄志全，志全，哦来了来了，你干嘛请他坐？大嫂，哦，叫他进来。不能一点 ，man's talk。哎，你生日你嘛少讲一下。你生日你嘛少讲一下。我来讲，我大概讲5月7号啦。5月7号，你明年你还记得啦？明年还会记。明年你来这传一道啦。我们身旁这一些啊，秀妍师姐啊，静妹啊，静妹师姐啊，这些婆婆妈妈啊，一直不断的一直在叮咛她，唠叨她，好严格的告诉她哈。所以我觉得她有受，应该说不能说受教啦，应该说她有听进去，然后也有如实的去做，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。好了，来了。这你即摆是咧办桌的哦，趁游览车未来，紧吃紧的。我们正在想要讲什么话？对。来不及讲话，不是不讲话，是来不及讲话，是就来不及了。嗯。师兄，那你觉得现在吃这一顿饭有味道吗？简单两个字就是幸福，懂幸福的味道。幸福的味道。
很幸福，现在很幸福。看到你好，我们大家都好。胖了四公斤。胖了几公斤？四公斤。胖了四公斤哦。简从他走到现在也接近半年了，我许的愿，我要正常的过生活，我就是带着太太跟妈妈的爱要走下去。这半年之后，我就突然发觉到说，应该太太她很开心。